众所周知，宇宙是多维的，我们永远看不见二维空间的事物。可没想到这一奇迹竟被一个普通妹子看见了。这天她正工作时，前方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块类似磨砂玻璃的二维平面。妹子被惊呆了，她小心翼翼地靠近，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。她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，可石头直接穿到了后面的地上。妹子想再走近一点观察，突然一只手拍到了平面上，紧接着里面出现了数道人影。联邦探员黑妹和白哥迅速赶到，但这里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他们只能看当时的录像，发现里面的人似乎想出来，现场的辐射一切正常。黑妹翻阅资料时，突然设备检测到了人声。紧接着现场的其他人员也听到了这段语音，里面的人竟说自己看见了他们营地的光，也就是说二维平面依然在这里，只是他们现在看不见。就在这时，二维平面再次出现，通过调试声音频率，黑妹成功和里面的人开始对话。紧接着她得到一个惊人消息，对方是2019年消失的高中生 Nico。 黑妹问他能不能看见他旁边的人， Nico 却说自己是独自一人。黑妹还想问点什么，可电磁场却突然剧烈波动起来，紧接着二维平面再次消失。科研人员告诉两人，他发现当 Nico 情绪越激动时，信号越稳定。两人于是找来了 Nico 的父亲。白哥告诉 Nico 父亲，他的女儿还活着，只是误入了二维平面，现在要他来就是希望 Nico 听到他的声音，然后变得激动，更有利于他们找出救人的方法。几人说话间，二维平面再次出现，父亲在黑妹两人指引下提问。 Nico 这次竟说自己能看见父亲，还说自己已经被困了好几个小时。黑妹和白哥惊呆了，明明已经过去了20年，为什么 Nico 只感觉过了几个小时吗？科研人员解释，不同的维度时间也不一样，但现在 Nico 能和我们同步对话，这说明周围一定有东西在影响二维平面，让我们摆脱了时间的约束。果然，在对周围掘地式搜索后，在平面200米处他们找到一块神秘残骸，这里辐射水平严重超标，但他们却不是第一个来这里，有人已经提前抵达。但诡异的是，两人搜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其他人，但当下还是救人最重要。科研人员评估后发现，这是一块宇宙飞船的碎片，功能可能是穿越宇宙维度，目前还处于运作状态，所以导致了二维平面的出现。紧接着众人还找到了另一块飞船残片，但这块残片已经没有能量，众人赶紧将残片带到了场地附近，注入电磁能量，再通过不断的调试，二维平面再次出现，并且随着残片的移动，二维平面竟变成了三维空间。大家已经能看清里面 Nico 的身影，黑妹要 Nico 走出来，可奇怪的是他还是出不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三维空间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，正在急速坍塌。黑妹想到既然碎片能破开宇宙维度，那么将另一块残片放入其中，是否能打开 Nico 的空间呢？果不其然，碎片一放入，小空间就开始破裂， Nico 成功将手穿了过来，黑妹见此一把将他拽出来。众人成功了，不只是 Nico， 历史上所有进入二维平面的人也都全部出现。可黑妹和白哥还没休息两天，又一处超自然现象发生了。